哎，面试病房，今麦状况哪？你家讲不要紧。今麦圆圆哦，还是用迄镇定剂，互伊好好休困啦。啊，高天佑哦，经过十外点钟的手术，今麦状况有较稳定啊。既然若是安尼，毋着赶紧甲伊送出国。啊，若无互因家留伫咧台湾一工，着加一份风险呢。即马啦，高天佑哦，煞叮当，恐惊哦，会伤冒险啊！你拄则毋是才讲有较稳定啊？尤其你较冷静嘞好，稳定哦，无代表已经复原啊呢。啊，加上即马高价、搬价，啊，佫有健康啦，佮咱定调调的啦。你若后边行动哦，就等于是自找死路。你吼莫遐尼啊吼着急啦，凡事吼较细腻、较谨慎的较好。而且我嘛吼叫迄许啰经行李款款的出国去避风头。啊，张子祥吼，我嘛安排去收尾啊，放心啦。是啊，你免烦恼啦，这个代志哦，爱偷偷来啦，唔通袂记啊。高天佑佫需要恁爸爸甲催眠。那安尼，你就赶紧给催眠啦！催眠了，就赶紧给人送出去。敢讲连这拢爱我给你搞？尤其，你这么气笑是？你爸爸身体遐尼虚，你是要甲病死哦？我拄才跟你讲过，这件代志爱偷偷来，免得紧。所以恁家己往下坑，家己无法度处理，还佫把我拖入来。啊！我煞连着急的权利拢无，什么叫做把你拖入来啊？你明知影我安尼做是为着啥？好啊，莫阁用我做借口啊！我真正无得阁忍受啊！无法度忍受，你嘛爱忍受啦。这嘛是上关键的时阵，你若无法度甲阮斗相共哦，嘛莫抢阮的后脚啦。好啊啦，莫阁冤啊啦，尤其。我答应你，但是我会赶紧甲处理好好势。啊，不过咧，这个抗战哦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。你要较定着的，莫着急好无？肯奇，国家人又过来啊！亲门大户走去阮家，要甲我讨人呢。今仔日又搁来阮办公室，你安尼哦，逐天拢甲我请安，我无法度先收啦。张立功，会给我一个交代，啊，不过一直无你的消息。今麦到底是安怎？这田健司，你敢真正有去调查？小丽，我真正有去调查。那我警察内面一点可疑的线索拢无，我真无查到啥。而且今仔日是阮智联集团举行的苹果大会，这个代志我一定先处理。你莫请就假，有啥物代志比人死伤搁较重要？听起来你也是在暗合你的丈夫，你甲伊根本是徛同一边的，你无想要带我去找天佑？都甲恁讲无线索啊！恁搁敢安那如嘛是同款无结果啊！若真正这么有缘要来吃花哦，不如也是好好配合警方，好好找人啦。阮还搁有真侪证书要办。